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国际富豪汽车资深经理秦胜杰，那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 V40 17年式的全新发表会。主要在 V40 上面呢，因为我们采用了全新的这个家族设计语言，有这个雷神之锤的外观，以及全新的这个主品牌的 Ironmark logo，所以在水箱护罩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跟我们的鞋线是做对齐的。那除了外观的这个更新以外呢，我们内装上面也做了一些细部的一些调整啊。那像说车饰的这个名牌等等呢，还有轮圈以及车色，我们做了不一样的更新。那其实在这次17年是最大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在安全配备的这个回馈啊。以往我们升级到安全旗舰版啊，我们需要加价22到23万不等的这个价格。但这一次在趁着17年式这个上市呢，我们提供了非常优惠的价格，只要加价15万就可以升级到我们的安全旗舰版。所以以舞台上这台车来说，是我们的 T5 的安全旗舰版，那售价是180万。那另外我们也有 T3 的安全旗舰版，售价是150万。其实它在配备上，不管是动力、价格以及整体的这个外观设计来讲，在市场上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。这次同时呢，除了我们 V40 这个17年式发表以外，60车系我们17年式也做了一些调整。那同样的是在这个安全配备部分的这个优惠的回馈哈。那 V60 还有这个 XC60 T6 部分呢，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是在于，我们先前在这个 T6 306匹的动力只有导入这个前轮传动。那因为前轮传动在驾驭上面搭配这么大的马力，其实均衡性还是稍显不足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在17年式我们导入了这个全时的四轮传动，把前轮驱动的车型取消掉了，所以对相信对消费者来讲的话，搭配这么大的马力是更相得益彰。